是。
30包一传说。终于来了。都是蓝天白云。看起来蛮快攻的。50包两传说。好。
超级悲剧。60包2传说。其中一张还是被可怜的。太扯了啦！回去看一下牌子啊！啊，按错按错。
一个传说，两个传说。哦，这一张是送的啦。这张也是送的，欸，可以分解。这一张我记得也是送的。哦，天哪！好，直接把它开完算了。史上最非洲，鉴定已经看过好几次的感觉了。金狼，这下载东西好像很累的。哎呦，有啊！哇，传过！哎呦，这不错。让我看看究竟可以收到多少传说了。这一个是机械战的平衡。录影存证，开开来只套牌，不管了，才三张传说，天啊！
等等之类的，就直接用准钱很好。再开到一个重复去休息。实在是太悲惨了。精良。传说，我们刚才有多买一包，所以大概是132包。不会吧？至少100包只有四张传说吧。靠，别人一直开出来，太过分了。太扯了，精良，谁是？靠，魔法飞弹也好几张，好几张。好了，已经超过。已经100包了，哎，精良，精良，过分了啦！金卡，金卡，金卡，
这好像是第二张。我靠，这张传说不错。这真是太恶劣了，110包，只有4张传说。我明天再开吧。真是太过分了，而且你要留一些金币啊，听说还有副本要开。就这样吧。